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心法讲座》。过来，就近。近，好，该凉的凉，减一点，那么凉，无一点，好多近，好多近，好，近好碗，近好碗，你看面顶。好，面顶原来这阳诶，好，面顶湿的，安尼阴诶，好，那是碗，好，滴咧，面顶湿湿的，八卦吼，这近，啊面一卡咧，登起好近，啊是近好近好碗，那是碗在做头看，现在是嘛是安尼，好。像日本的富士山，日本的富士山，近福碗，近福碗，电灯头壳的碗，电灯头壳，好，近福碗。那么现在各位，咱来念一遍哦。离中喜，进央仪，好，顺下端，看中碗，看中碗，近福碗，近福碗。面近福碗，面顶碗就看到个，好，离中喜，好，进央仪，进央仪，好，顺下端，等于好看中碗，好，近福碗，好，近福碗。么了八卦嘞吼，乾三连坤六端，地上发啊，地上发啦，离中喜。啊，进央仪顺下端，看中碗，近福碗，近福碗。八这八卦安尼记法，足好记诶。乾啥？乾三连三环，坤啥？六端哈，等六节，坤就是等六节。啊，这里、个、地啦，地是啥？地啦，地挂嘴地啦，面顶都开口。哈，地上发，面顶开，地上发，面顶登起啊！哈，离中喜啊，离卦啦，中是空的，离中喜，进央仪进啊，下面是下面呢，是实的，面顶呢，哈，那像咧盘啊，面汤啊，进央仪是面汤啊，哈，啊顺下端呢，顺卦呢，就一卡登起啊，哈，顺到下端，哈，看中碗。看卦就中就满嘞，阳就满嘞，近福碗，近福碗，近呢是碗嘞，点多少级？那碗光嘞，点多少级？所以各位那么记八卦真简单，好、哦、真简单。你若无安尼记的吼，你可能要嘞要记，有当时啊你背较虚伪。我较早嘞，未晓这要领嘞，哦，直直怀两怀，搁下骹搁叫阿海啊，担着啥？下骹去欠着担着啥？哦，都变哦，好多顺。好，你啊顺下端，乾三连的嘞，哈，迄、那个坤六端等那那那怀，坤六端地上发，地上发，离中喜，离啊中是喜的。好是虚的，哈，晋央仪啊，晋卦下面写的面顶呢，哈，两个音的哈，恁当时拢登起的，哈，晋央仪顺下端，坎中碗呐，近福碗，近福碗，那么咱八卦要记啊，这就足好记的，安尼记的，你的，哈，咱就会较袂费遐大精神，好，反正我只讲讲已经记起来，已经记起来啊，好，已经记起来。
好，那么咱接着来看这个卦喽，先天卦喽。好，乾三年，啊，三年，乾三年，或者乾卦，三年叫做乾卦。啊，这面顶看看嘞，面顶起一水个地上发，地上发。好，离呀，对吧？中虚，中空的，中空的离中虚，离中面顶中空的都离，或者中虚就是空啊。进阳以下，进下面是新的，面顶是两个拢空的，哈、哦。进阳以，进阳以，哈、哦。过来都啊，顺卦，哈、哦，顺下，顺这下端，顺下面就登起啊，这就登起，顺下登下端，哈、哦。坎中满，坎卦中就满，坎中满，哈、哦。进进啊，什么？好碗见啦，下面这只碗呢，好、哦、下面就是碗呢，安尼就是空啊，好空空就对啦，好见好碗，嘛是咱咱都说见为山啦，好、哦、嘛是见好碗，好那么要记八卦的方式呢，都是安尼记，好、哦、就安尼记呢，你呢，哈、哦、都一进落去记，乾地离震，好、哦、那八卦的名，搞来说乾地离震，顺坎乾坤。乾地离震，顺坎乾坤。乾地离震，顺坎乾坤。哈，乾地离震，顺坎乾坤。各位哦，你敢念这八卦的八卦，真好用呢。我看一十字啦吼，家己一个医生做医生，伊也做一妇产科医生。伊有研究易经啊，发觉易经吼有一间啊，家己精神啊向王灵感来啊，啊，这个安胎啊，啊，伊是这个在安胎了，但害啊，这一直要来倒贴啊，吼、哦，伊就小打，唔知有好无好啦，好啊，伊巴肚底个写八卦，用个乾地离震，弄个八卦个写了写过来袂得，伊也写。大大我安安胎的，哎，刷转好，啊，转安胎刷刷转呢，老会一直刷记起来。好，啊，以后人若要安胎呢，伊呢，啊，伊就腹肚底，边头底用安个，用手手啊，啊，用笔啊，先呾画，拢无画，无画腹肚画了了无啦。好，笔安就安呢，个笔就天地离尽，好顺坎。乾坤，八道底个安八卦怎调呢？好、哦，这跳啊，伊就一个想着讲，伊说：“哎，这里吼，人个门道底安八卦，妖魔鬼怪拢变来弄，唔敢挖来，啊唔敢挖来，那么啊，好是试看卖来啊，多好啊！乾呐，属于天嘛，你个写只乾就好啊。”但是你吼按这老体你无法写离哦，离来变来弄个走了哟。你个写一个乾，你个写三环乾，个写三环乾，哈。比如讲，那两姐妹人不多呢，都在家，好都在家。啊，你吼用我这笔，哈，面顶一直个写乾，一直个写乾，一直写乾。一直写乾，写我们写几遍，一直写乾，好个个安胎怎调嘞？啊，乾啥为天呀、啊？咱哎呀，咱讲好乾叫为天。阿、啊、是哦，你就写，那我就写乾地离震，好，你一直写，写八卦的名，该写八道的，该写八道面顶，该写八道面顶嘞，嘛有效嘞。啊，有当时我来试看，我来在收惊，好，囡仔惊到安尼嘞，哦好啊，我用正常状态，安尼哦，哈一下，你该写在头壳顶，下头只。好，我加幺零给各位吼，大家会用保家保家己孙仔咧，后摆规大堆，
吼，选啊几大堆呢，咱嘛爱要顾啊，是不是？当拄着姑说必落诶，吼，拄着一挂妖魔鬼怪吼，你就无法了。会记哩，重赞，拜请八卦祖师，拜请八卦祖师，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圣众圣贤，几国先师，吼，众神仙啊，我这囡仔已经有着惊着，请你甲安胎，我地主啊。身体、嘴、意，请你加持。第一次像囡仔，你啊，去头壳你去底下写天地礼敬顺坎乾坤，一直加写，你随便念哦。你个念天地礼这一直念的时候，刚袂怎么遐来，家己起笑，他说破功的无效。好，你得一直要点到个写。好，那么嘞，你手倒手嘞，加起头壳顶。多加点，啊！你一直行到这，那条件呢？你该写行到嘛？该应该写八卦，好八卦嘞！你想个为几遍呢？最起码你该写八遍，写八遍，你一定写。啊，那写写好了，答免惊免惊，好，无代志啊！你行嘛，爸爸前后拍拍嘞，嘿，囡仔好困呀！你要八卦，用，但是啊好，因为你要个写人，你为真气。啊，这个写，好，那么这听书呢，我现在第一写个好，讲各位了解哈。第一合掌，好拜请，真虔诚。你合掌，你安尼拜哦，安尼开咧，你安尼吼，力量惊无够，你安尼，因为咱一个人啊，头脑。思想会较乱较济，想东想西。你啦，甲安尼来嘞，甲这个，吼，这个嘞，对这条做鼻呢，啊，这两只合起来，对这条做这点，安尼，好，那拜请八卦祖师、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、五代圣贤，啊，几国先师、王禅、老祖、众神仙，哈，你个什么神？你到个神，你都做一个请，好，金牛地主啊。某人，吼，囡仔某人，吼，几岁住倒位咧？啊，因为都冲翻了，暗时唔困，啊，搞着惊，吼，或者哎呀，歹腰颤，又我食袂惊，暗时困咧，啊，干呐哭，哈，或者惊惊遐遐，请恁大主大悲的吼，来帮忙收惊，地主心靠伊，心靠。好，供养，供养，地主啊，心靠伊供养。好，然后嘞，头脑清清，你才放落来。啊，就是重赞，求重赞哦。好，第三嘞，求重赞。好，因为你八卦祖师啥你要请了嘛，啊，请了嘞，好你啊，嘿，这真足有用嘞。你知哦，你莫小看这代哦。过去，然后你甲写八卦的名，乾、地、离、震、顺、坎、艮、坤，好，你一定要写，写嘞，写八遍，然后先后个拍嘞，个拍过啊，免惊，无代志啊。嘿，怎会？哦，这要领。若是讲后外灵妖魔鬼怪附身，哈，外灵附身，嘿，可以，啊，记得了，一定要写字，哈，一定要写字，甲字挂倒啊，一直字，叫伊叫来走，嘛是可以，但你叫走无所在要去啊，要加讲大队倒去，啊，你天气，所以要是你要写八卦，你八卦去甲写，好，加一个要领啊。好各位，各人保家嘛，各人保家，无你当作三更半暝呢，要去找新鲜公、新鲜妈要收惊你恶吹啊！哈哈，这八卦的用途啊，那普通吊着八卦有啥有用？无唔对，但是啊，八卦咱啊，一旦哈一个进去嘞，你来写嘞，这内容真是不可思议呀、啊，不可思议。好，这样刚好。所有的各位什么神地性，当然啦、
咱易经大学要成立易经的大学的课程啊，我每作一好的因缘好的这个妙法啦，我嘛会照伫这个讲课内底呢，讲各位报家，心情在未安静的时候怎么办？吼、哦，奇奇怪怪、鬼鬼怪怪的代志拄了怎么办？要哪写？要哪说？要哪变？有当时啊，你要请人哦，请人甲你解温解热，钱开了了嘛无效，好有效无效？哦，所以家己个人保家，社会啦，个人我都保家，世界我都保家，家己就太平了嘛。属龙工商，个人去做家己行过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八卦的，好、哦、第二呢，好、哦、叫第二呢哈、哦，这宗旨。好、哦，宗旨啊。吐真气，吐真气，哈、啊，吐真气。然后呢，第三呢，好、哦，再，好、哦，病者，哎呀。为八卦，哈，讲啊，八字，第四呢，哈，第四呢，哈，左右手，在前后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你个答答，嘿，无代志，哈，无代志。哦、所以咱作一要领哦，唔知我遮徒弟啊吼，我即个都将我几啊年来、十多年来所写一本《妙法普传》《妙法普传》哦。好，内底咧，你要创啥？要创啥？要创啥？要创啥咧？就作一个，哈、哦，要用啥？用单用啥咧？真济。好，那像啊，我遮即个都一本风水书来，咱头前诶，有庙，有庙要哪摆盖咧？要哪破咧？好、哦，真简单，阿妈也未伤人，哈、哦，未伤人。好、哦，阳铁风水学，哈、哦，这本书咧，我内底咧有写朱里庙，你要来破解，哈、哦。啊，朱里这我怎破解？好、哦，比如讲，好、哦，加一间庙，好、哦，对面一间庙，好、哦，这个庙我来单只厝一家。那么要来改呢？啊，现在都对对冲啊，未平安啊，怎么办？相信各位也真侪人啊，嘛有伫恁家的门口是庙，啊庙是保庇大家啊，啊为啥咱未平安？那么咱来做情形啊，咱来厝的门啊，面顶啊，红布条来吼，用个红纸啦，吼，甲甲写。门哈，门个门，咱门个门头顶，门头顶，门个门门头顶，加啥？我家门前天地大庙堂，阮家阮家哈，啊，阮家门前天地大庙门大庙堂，天兵哈心将欢喜将雕像，天兵心将欢喜将雕像，悬七寸。好，跨三寸。好，七一十五，暗时主持烧香，在门头顶头啊，得到一挂平安。好，得到一挂平安。好，这一个要领。啊，这一个要领俩。所以啊，咱学习这个法，是要来保家，而、啊、不是要来拼生死，跟人相拼。
这呀、啊，这个利害关系哦，啊，真侪人弄错呀。啊，唔只啊，我伫这个全省电视台，吼、哦、报上，这两年两三年来咧，吼、哦、得到这个发言啊，啊，真侪人得到。因为这个法啊，大家拢有这权利好来吸收。唔只观世音菩萨啦，十五六年前啊，伊家讲禅师啊，你好多拢摄尽天机，我你卖华仔嘛？你若卖华仔，拢着天机；那华仔就无天机。那华仔，我一定我拢会穿着好好，所有缘的信众、十方信众。好，安尼唔只是佛祖的慈悲啊！啊，恁都要华仔，恁都慈悲华，我就一定讲出来嘛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点头，我对啦。甲你试考看卖，我伫中国真侪人啊，过去啦都是拢是比，好哦，我学一支做下来，我都感觉学天大地大，做我食饭的本钱，好讲骗钱，做骗钱的本钱，错过去啊，那安尼社会当然会乱，好，所以咱一根八卦一用途啊，一根八卦用途啦，确实是足侪不可思议的妙法啦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咱请大家吼继续过来念八卦哈，八卦者呢哈，搁复习一遍哈，复习一遍嘿。各位呐，需要这个主讲机哈，那有需要的时候，咱用这声音啊，来请，好用来请，好，我希望啊，这简单的这呢哈，好个人会当保家嘛，好家家好啦，平安啦，社会祥和啊。社会若祥和，咱国家就会兴旺嘛。啊，国家兴旺，世界就和平啊。咱出门就平安，咱做事业就免惊人甲咱怪，咱也袂共骗。咱知因果，咱就袂骗人。吼、哦，咱知因果果咧，一定会报，咱唔敢骗人。啊，而且呢，过来咧，人袂甲咱骗，咱袂骗人，咱都唔敢人骗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呐、啊，这里我发觉啊，吼、哦，拢是出发点是大家有所利益嘅。有所益啊，吼，这样子为原则。那么现在请大家哦，咱继续过来念八卦的名吼，八卦的名，乾三连，坤六端，地上法，好，地上法，好，乾三连，坤六端，地上法。离中虚，离中虚，哈，静养仪，哈，顺下端，看中脘，看中脘，哈，近腹腕，近哈，近腹腕，哈，近腹腕。现在请大家来对我念一遍哈，乾三连。坤六端，地上法，离中虚，静养仪，顺下端，看中脘，近腹腕。那个一遍哈，乾三连，坤六端，地上法，啊，离中虚，静养仪，顺下端，看中脘。近腹腕，好，这是八卦的念法，好，八卦的念法，好，咱安尼记，足紧嘞，好，足紧嘞，好，我这多的啊，好的，第四届一个新闻班，是叫做一间工专呐，好，一工专的教授，环保教授啊，啊，我六十四卦。哈，六十四挂嘞，你叫人背，啊，伊咧坐车底安尼吼，家己背，你念在背，伊囡仔，伊两个囡仔嘞，伊还袂背，讲到你看想，看想，看讲个，
讲三遍了嘞，囡仔拢背起来，六到四个背起来，背到足拗那安尼吼，就做是背到有够好听。六岁、五岁、五岁、六岁，安尼头脑有够好，安尼六到四个，那行落去，车行落，伊都拢背起来。这个吼，就是讲咱易经啊，咱爱要领，爱要学。那安尼嘞，八卦咱要学嘞，就足紧啊。好，咱后节嘞，好，要甲各位嘞解释些八卦先天数，哈，啊，要的这个卦哈，诶，也叫做诶五行，哈，伊个位置，哈，五行位置啦，安怎嘞，哈，那我这详细嘞，诶，后节嘞，会甲各位诶解释，哈，会甲各位解释，咱希望各位嘞。好，咱继续，后者就继续过来共同的研究，祝福各位。